苦，黑神大地狱，百千生受苦，于一切地狱遍受诸苦恼，无数百千劫受于大苦痛，行于黑暗狱，不见其门户，不堕火祸中，辗转受众苦，复有一地狱，名曰刀剑狱，百千亿刀剑行列在我前，以此割截身，自业受苦恼，非公师所作，业感自然生。大风吹令起，割切片其身，我因受如是地狱诸苦恼，一切诸众生见我受此苦，我所有财宝尽留在世间，男女及兄弟姐妹亲眷属，父母及知识，奴婢作使人，牛羊诸畜生，我亦迷于此，贪着金银宝及精妙衣服，贪着造舍宅，善工画舍施，众才女娱乐，空喉消笛音，以此痴心者，相汤自早愈，如是自娱乐，玩痴无智身，种种而供养，我亦无兄弟，虚妄心贪着，今日受无量苦痛不可尽，世间甚尚味，贪着而淡食，香则以土法，宝珠以为慢，贪色自迷醉，今无救济者，眼为恶业因，见已则生贪，耳因诸音声，闻已则生贪，臂冠以宝串，指着金宝环，烟紧着宝缨，脚着于金串，做金宝罗网，朝露覆其身，身着种种宝，以此自庄严，世间第一者，以为身庄严，细软上妙处，增长于爱欲，种种妙床榻，以自悦其身，种种好妙香，以图其自身，旃檀龙脑香，以此自图身，麝香等诸香，用之自图身，旃薄须摩那，以此图其法，第一精妙衣，白蝶自一身，若舍白象衬，复成于马衬，为王治国政，人众悉敬重，宫中诸妃后，善学歌舞戏，禽兽在旷野，无事猎残害，作如是等恶，不知后世报，贪淡他肉故，受如是苦报，愚痴无智慧，不知当有死，我以愚痴意养育于生命，今日至死门，无能救济者，汝等诸亲族，何用视我为？何不服圣衣？何故自忧哭？何故不书法而受于苦恼？我命终不存，造恶增多故，吾郎乌鹊等食我此身肉，张扬此身体，为诸虫所食，生死因此身，众生则有生，因如是受药，令得离此难，是医不能治，无人救济者，今日受法药，令灭烦恼病，种种养此身，会必归于死，世间无上尊，救度诸众生，即灭诸佛子，亦能救众生，施诸妙法药，令远离生死，食肉长此身，不知诸苦报，长养于此身，无有少利益，此身玩痴具，不知少恩分，其妾男女等不知其恩利，长养得成利，无能救济者，绝望无有之，忧愁入死地，众生生有苦，后则有死苦，想行畜兽等是则为中苦，愚痴爱所服，身在于诸有，为爱欲所服，乐着于境界，众生无知故，唯有忧恼苦，善法不是之，心淡着名字，
不知于后事，犹如恶毒蛇，无名转众生，远离于解脱，不是解脱故，恶业所流转，心有烦恼故，众生住生死，烦恼烧众善，如火焚干木，流转于五道，无有少乐受，不知好妙乐在于何处所，清净佛国土，世尊转法轮，如来净音声说戒定智慧。尔时世尊复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如是如是，恶行众生命中之后受诸苦恼，无救济者，善果报者，今说伽陀，造恶不善业，必入于地狱，吞啖热铁丸，饮于沸熔铜，欲火洒其身，遍身体火烧，无处而不遍，辗转受苦恼，不知于尽乐，于法亦不知，于痴作非法，远离于乐果，信佛境界法，修习于智慧，以境界具足，速即成菩提，精进为第一，身尽佛国土，宣说善法要，摄护诸众生，具足慈悲心，修行净饭行，且解脱之见，成如来善名，世间之父母，菩提心第一，说此法门者，第一善之事，听此法门者，必作无上尊，具世尊十号，即灭心相应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那些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永不安乐，听闻的人们啊，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，准备痛苦地捶胸顿足吧。没有人会比一个认为金钱万能的人更焦虑不安。我要如何创造财富？一旦创造了财富，我要如何持守财富？他生活在担忧被偷、竞争和面临灾祸的恐惧之中。当他最后失去了财富，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肉仿佛被切下来一般。看看一些人是如何为了事业而日夜劳碌奔波，他们为了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。他们对每一个人心存猜疑，并企图从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身上谋取利益，来胜过地位均等的人，以及驱逐地位高于自己的人。他们很难享有片刻远离忧虑和烦恼的平静。没有权势，没有社会地位，没有可以失去的事物，以及没有可以恐惧的事物，是多么纯粹的喜乐。不要让你的心被无意的念头拖累，缅怀过去和未雨绸缪有什么好处？安住在当下的离系状态中，
与佛法和谐共处，让佛法成为你的生活和经验的核心，做你命运的主人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